吉祥如意，贵人们，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贵人们。元神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元神的重要。元神真的是非常重要，贵人们。元神它掌握着什么？它掌握着我们的运势。一个人的运势好坏真的是看元神。我们这几天啊看了很多的这个紫屏，看了紫屏就发现了有很多人真的是冤啊，很冤。他的运势本来就是很好的，那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呢？有几个家乡话都出来，有几个情况啊，那就是他们的床位安放错了，床位安放错了，贵人们，床位千万不要错啊，床位错你难过。对啊，我们就希望啊大家的床位一定不要错啊，床位不能错的。有一些看了这个风水之后啊，看了这个风水之后啊，他的那个床位啊，我跟大家说啊，他的床位啊就搞得乱七八糟，搞得乱七八糟。就打个比方啊，床位我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这是我们的床啊，这是我们的床，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床了啊，也画个枕头，这个是床。那么风水讲究的是什么？风水讲究的就是在它这个位置，这个是床，明白吗？这是床啊，那要不然就画一个人这样子睡觉，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啊。那这个就是床了， OK， 好，这是床位。那么这个床位啊，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是吉，我们是以这个地方为主，看到吗？啊，看到吗？我们是以这个地方为主，以这个地方为主啊，贵人们一定要记得，不要以这个地方为主，这个不是啊，这个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方位，比如说你的方位是你的吉方在哪里，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吉方在哪里啊，你的吉方，首先呢你要知道你的吉方啊，你的吉方在什么地方。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睡觉的这个位置很重要哈。我们再说一次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床位，这是我们的床位啊，枕头、被子，你的吉方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的吉方在东，那这个地方一定要东，而不是这里啊，而不是这里。如果你的吉方是东，这个地方是东的话呢，那就是凶。明白了吗，贵人们？啊，你们一定要懂这个。好多我们看了之后呢，他的运势是不错的，但是呢，就睡在啊，我们叫陀螺位。睡在他的命宫的陀螺位，那是很糟糕的，也就是凶方了。就简单说，就是睡在凶方，睡在凶方哪里可能会好的？是不是贵人？啊，所以呢，这个是东啊。如果你的我们这样写哈，东为吉方，这样就对。如果哈、啊，这个东啊，东是吉方啊，贵人们。东是吉方啊，东是吉方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正确的，理解了吗？这样才是正确的啊！如果你的东是吉方的话，所以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他把东是吉方嘛，是他的吉方嘛，他呢就头就是这样子睡，他就是这样子睡，就把头放这边，脚在这里，这样子睡。
哦，那个差别大不大？大了，那个差别大的去了。看到了哈，贵人们，所以一定要记住啊，睡觉的位置，应该每个都明白吧？这里因为你们每次都上课的啊，所以就会知道。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睡觉啊，我现在画斜，哎，我画斜啊。这就是我们的枕头啊，这个是人的头，看到吗？好，大家看哦，我们睡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那个墙壁啊，是不是？墙壁啊，这样 ，OK， 好，这是我们睡觉斜边啊，斜边看，记住了。当我们把这个移出来的时候，当你把这个移出来的时候，后面这个地方如果是肮脏啊，或者是很多灰尘在后面这个地方，你把它移出来，挪出来，挪出来，它这边不是有很多灰尘吗？这个是会代表着口舌，夫妻啊，或者朋友啊，兄弟姐妹啊，口舌是非，代表口舌，代表是非，很多吵吵闹闹的都是从这边开始，明白了吗？从这个地方开始，如果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后面要把它拉出来啊，要把它拉出来，这个是这个很重要哈、哦。所以很多人也是不知道，也是不知道，很重要啊。那么我们通常我们睡觉呢是这样子哈、哦，要记住，你看好。那么没有这样子睡的哈、哦，但是我们去看风水的时候，的确看到有人这样子睡。第一个睡法就是这样。啊，这个是他的床，有没有看到吗？这是他的床，这样子，这是他的门。这个啊，这个是凶的。很多人说知道，但是我们去看风水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会看到这个情况。那么另外一种呢，他睡在这里，但是呢，他是这么睡。它是这么睡，这里呢是空的，这边也是空的，看到吗？这样子是大凶啊，在风水上这个叫大凶哦，这个叫大凶，这样是最糟糕的哈、啊，贵人们，这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这是大凶。啊，这是大凶啊。这是大凶，前面前后不能空啊，前后不能空，一定要记住。那么这个呢，你看这样子冲，明白了哈。所以所有的贵人，我们看到他们的运势都是不错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搞到哎呀，搞到运气就变成这样了。另外一个呢，还要教大家，比如说这个是墙壁啊，这是墙壁，那么这里呢？这里啊，是你们的，我就这么写吧哈、啊。这是你们的佛，还是神？啊，神佛，神佛，有些人神，有些人佛哈、啊。好，我们等一下先画一个哈、啊，先画一个，这样子。啊，我们先画一个，然后这边是神也好。佛也好，不管是拜什么哈，我们画一个给大家看，啊，这样子，哎，这样啊，好，来，大家看一下啊，嗯，这样看就懂了哈，这个是你们拜神的地方，啊，你们拜神，这是肩膀，啊，这是手，这是颅，啊，肩膀。这样子，啊，这个是我们在拜神，看到吗？这个人在拜神啊啊，这个是香炉，香炉在这个地方拜神。然后这个是一个房间，这个是一个房间。如果你是这样睡，如果是这样睡，啊，这个呢，我们称之为 A， 明白吗？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睡。
这样啊，我画一个人给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称之 B 啊，这样大家就会明白啦啊，这样就会明白吗啊？那么我们先说 A 吧 ，A 这个是大凶啊 ，A 啊 ，A 是大凶，这样子睡法是大凶啊，这个叫灵堂啊，灵堂，灵堂知道吗？灵堂啊，我们就是拜拜的灵堂，就是去白事啊啊，做法事的。啊，进去好像要瞻仰仪容这样子的啊，那种叫灵堂啊，灵堂这个是大凶的，这样子第一，第二呢，他还冲了这个门，你千万是，我明白，我明白，你们都是已经懂风水啊，已经学风水学了很久了啊，你们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也以为每个人都懂。我也以为，哎，每个人都懂啊，不是啊，啊，真的不是啊，所以这边呢，这样子啊，是冲到门，这个已经犯了第一个凶了哈。第二个呢，你的佛神佛在这边，那么这个头在这里，轻啊，轻的话啊，轻的话呢，就是跌倒擦伤，这是轻的；重的话呢，半身不遂，啊，重的话是半身不遂。那么如果还有这样子的冲法的话呢？哦，那对他的运啊肯定是没帮助的，不要这样睡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么 B 可以吗？ B 的话呢也叫凶，但是 A 呢叫大凶，因为睡觉如果你们这里这个睡觉这个拜神的墙壁的前面有人睡觉的话呢是扣分的啊，是扣分的。也有人呢他是这样子睡的啊，也有人是这样子睡的，在风水上啊，不要犯这个忌。有时候我们看到啊，爸爸妈妈他们没有请人家看风水嘛，对吧？但是呢，你们懂了一点点，要跟爸爸妈妈说啊，哎呀，不要这样睡嘛，我的师傅说不好，这样子睡。啊，你看，他们是这样睡的，这边拜神他是这样睡，看到了吗？是这样子睡的。那么还有一些人这边还放一个照片，哇的天哪！那真的是太像了啊，贵人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啊，非常非常忌讳的，明白了哈。希望说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今天呢第一次上直播，诶，看到这个了啊，然后他去改一改啊，那改一改就没事了咯，对不对？你看你们听了这个直播之后，你们再去看你的皮包，你的钱有没有少？没有少嘛。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大家对于风水不要有任何的误解啊，不要有任何的误解，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好，那么通常啊，如果是房门对房门，比如说啊这个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我们就随便画了啊，随便画，那这个是房门，哎，这个也是房门，看到吗？啊，这样子，这个有没有冲呢？叫内冲啊，内冲，这个叫内冲，有冲的叫内冲，那就要看待它是在什么位置。如果它这样子的位置身在要看它这个是什么卦，什么卦象啊，什么卦象，但是这个是肯定是内冲了，肯定就是内冲了。比如说这个是父母睡的，这个呢是孩子啊，这样就很容易父母与孩子会有久而久之会有心病啊，啊，久而久之就会有心病，就会有心里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可能就不说出来，所以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做？你叫他改门敲门吗？那不可能嘛，是不是啊？不可能啊，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来画一个门给大家看，啊，画一个门。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就是一个门啊，我们画一点设计让你们知道啊，这是一个门，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门啊？然后呢，门一定有厚度，对不对？门不可能没有厚度的，一定有厚度的，哎，是不是门一定有厚度的嘛？来，我放大一点啊，是不是啊？门一定有厚度的，不可能没有厚度。然后呢，这边就是那个锁啊，这样子啊，厚度。那么要把地和钱放在粘在这个地方，12个，1234567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刚刚好，看到吗？也就是说我们在开门关门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这样。好，上面呢十二个，来你写下来，你们写下来咯，这个叫地，皇帝的地，看到吗？地是皇帝的地，合是合作的合，叫地和钱。我们不用五帝，我们不用六帝，五帝六帝也是做出来的，也是做出来的，我们这个也是做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呢和以十二生肖啊，兼合啊，它是，所以是我们说的兼合。帝是皇帝，因为它是皇帝的名字嘛，对不对？六个皇帝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叫帝和乾啊，帝和乾卖了二十多年了啊，所以贵人们这个放在上面，那么两个门都要放啊，两个门都要放，懂吗？两个门啊，两个门都要放，很重要。嗯，这样子就能化解，理解了哈。这样子门对门的情况就能化解。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要记住的啊，有一种情况大家要记住的啊。来，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的门啊，我们的门，比如说哈，我先画一个门给大家看啊，这是我们的房门，哎，房门，然后我们把门给打开。把门给打开，应该就算你们的绘画不好啊，看到我画你们也应该会懂的。好，这样子啊，好，来，你看我们把门给打开啊，我画一个箭头，要不然你都不知道门打开了，看到了吗？把门给打开，然后呢在远方你却看到这样的情况，看到这样的情况，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呢？尖角，不管这个房间是谁睡的，脾气就会臭，经常会有血的问题和眼睛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他的八字啊是属于是比较轻的那一种呢，那就会有皮肤的问题啊，会有皮肤的问题。如果这个是夫妻的房间，比如说这间是夫妻的房间，一开门就看到这个呢，那么很容易啊，就口舌闹到啊，最后可能会各走东西啊，各走东西。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嘛，对不对？把它磨圆不是行了吗？把它磨圆啊，告诉那个师傅，你跟我磨圆一下，你看这样圆就行了嘛。啊，弄圆就是不要让它有那种感觉，就是有尖角的感觉，就是把它磨圆啊，你看是不是一看就圆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啊，贵人们，记住，我们的门看出去啊，看就是你在房门，你看出去不可以看到尖角。如果你的站在你的房门看外面有尖角的话，你真的啊要小心哦，真的要小心，要不然就是里面住的这个人脾气怪、固执啊，要不就是夫妻睡在这个房间呢会有这样的情况，吵架。啊，搞不好呢，两个人就会有分歧。所以啊，有人说啊，如果这个是尖角的话哈，有人说这个是尖角，一个尖角射到我们的话，就是我们从里面呢、啊、走出去，或者站在这里看到，有尖角的时候呢，这是中间啊，贵人们，这是中间啊，代表什么呢？代表桃花，烂桃花，啊，烂桃花，头痛吗？是不是头痛？这叫烂桃花啊。贵人们记住了，这叫烂桃花啊、哦！烂桃花是搞老公或者搞你老婆啊，那就很麻烦了。嗯，好，来，还有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啊，这是中间的哈，教你们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是在旁边的，它是在旁边的啊，这样子啊，它的脚是，你看出去哈，它这个是左，这个记住了，左。男左女右，左是对于儿子不利，如果这个房间是女儿睡就没什么关系，因为他的脚在这个左边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分中间啊，他在左边偏左，女人睡就没事，男人睡就遭殃，会了吗？啊，如果说他的尖角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画一下哈，你就知道尖角了啊，尖角的情况了啊。
这样子啊，尖角在这个地方呢，那就是右嘛，右就不用我说了，以此类推，右边这就是右边了，看到了啊。要是门对门是邻居啊，是什么邻什么？要什么要？要是门对门是邻居，什么叫邻？邻不管什么门，只要门对门都可以用，只要是门对门都可以用地和钱。啊，地和钱到现在没有给任何人失望过，很多人啊，他们没有办法改嘛，他们就用地和钱。很多人没有办法改，他们就用地和钱。好，那么如果这个门啊，这个是房间哈，房间，如果这个门。哎，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厕所的门啊，看到了厕所的门。通常我们的厕所的门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啊？啊，是折门，折门，他们是属于一个折门。如果看到厕所的门啊，这样子，那代表什么？啊，代表这个冲法哈、啊，就是代表我们叫做水库冲啊，水库冲，但是就是叫直冲啊。啊，水库，水库冲，啊，水库冲是什么呢？水库冲其实啊是专门对付那一些好像你的运势不佳，你的运势好呢，那它没有关系。你的运势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你犯太岁啊啊，或者是说你的八字里面啊那个月份没有吉星，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叫水库冲。所以教导大家这个方法啊。要怎么办？还是一样放地和钱，那放地和钱就解决问题了，是吧？放地和钱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贵人们明白了吗？啊，所以这个叫水库冲，水库冲就是其实就是厕所了，冲厕所，啊，冲厕所，所以要记住了哈，记住这样子的冲法。那么有一种说法哈是不对的啊，我在这里跟大家纠正，啊，因为有一些人，会写信来问啊，有些人就微信来问啊，好，是不对的哈，这不可以这么说。来，我教大家。好，比如说这是厨房啊，这是厨房啊，随便啦啊，我们说灶炉在这个地方，厨房知道哈，灶炉啊，什么水盆啊，在这里，哎，这个是水啊，然后这个是火，看到吗？嗯，好，有人说呢啊。这样子水火是相冲的，比如说它这边是大进口了，厨房的进口哈，有人说呢这样子呢是相冲的哈，没有相冲，这样绝对没有相冲，相冲是火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灶炉，这样子啊叫相冲，这样叫相冲，所以连相冲的定义都不知道啊，把一些贵人都吓坏了啊，有一些呢逃不过，逃不过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样是相冲，所以他叫他改。叫他改，他真改了，改了才来找我，那就没办法了，花了大概20000多块啊的装修费，啊，所以贵人们这个没有相冲，看到了吗？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才会更好啊？怎么样才会更好？我告诉你们，中间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点植物，哎，为什么要放植物呢？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属于，哎，植物属于木。所以啊，放植物的话，这个是水，啊，这个是木，你看，对不对？就变成水生木，木生火，啊，这就是五行相生理论，懂吗？啊，你可以这样子放，放什么植物都可以，啊，但是你不要放仙人掌，啊，不要放仙人掌，这样就可以了，明白吗？还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因为是的。厨房五行属火，不管你的厨房在哪里，它五行是属火的，厨房是以火为主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有火才能够啊吃饭，三餐才能过得去啊，这个火也只有厨房有灶炉啊，没有人放在客厅的，也没有人放房间的，是不是？只有厨房，看到了吗？只有厨房啊，那这个厨房理解了哈，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书本，很多很多的教法，就是说啊，这边比如说这边是你的厕所啊，厕所啊，厨房里面有一个厕所，他说不行啊，不可以，不好啊，这样不好，有厕所不好啊，比如说这个是马桶啊，这是马桶
啊，马桶，然后这边是洗脸盆啊，他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属水的，这是属火的，所以呢会相冲的啊，没有这样的事啊，贵人们放心，这种是胡说八道的啊，胡说八道的啊，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书本看太多了。懂吗？去买那种10块、50块的一本书本啊，来看看了之后呢，就这样子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全传错了啊！告诉你们，这个是什么水？他说，哎，这个是水啊！你看，这是水，厕所是水吗？当然是水啊，当然是水。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洗碗盆嘛，洗碗盆也是水嘛。那你这边就是火的地方，你不要放洗碗盆，你的碗啊，全部拿去楼下洗。哪里有可能？或者吃完了就丢掉，是不是？你洗菜也是买菜的时候叫那个人先洗干净，然后你才拿回家，是不是？啊，还有洗衣机也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有洗衣机了，什么都不可以有了。所以你的整间厨房就只有放一个灶炉就好了，是不是？连开水都不能放了，啊，煮热水都不可以了，水火相冲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啊，风水无人解，虽智莫能懂。风水没有人解释啊，你读到硕士你也不知道，你读到博士你也不知道。当然博士他的专业我们也不懂，是不是？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是属火的地方，灶炉就是厨房啊，厨房是属火的地方。所以啊，如果你的厨房啊是东，哦呦 ，very good 啦，哎呀，恭喜你啊！什么叫东呢？我这样子解释。比如说这是我们整间家啊，我就这样说哈，然后这里是我的厨房，哎，这样子哈，啊，这是我的厨房啊，这什么什么房间啦，什么这个不用管哈，整间家这个是厨房，你要这样子分哦，你要把它这样子分，从脚头到脚头中间，然后分出你的厨房这个位置，请问是什么位置？这样子把你整间家啊，从脚头到脚头，从左脚到右下脚，从右上脚到右下脚，就这样子分，打个叉，然后分成八块蛋糕，你就知道这边是东南西北什么的，你就知道了。那么如果你发现到你的这个厨房啊是在东，哦哟，很好啊，如果是在东南，哦 ,very good 啊，都是 very good 的。啊，很好啊，恭喜你啊，啊，恭喜你！如果是男呢，哦哟，那就大旺哦，很旺啊。男的话就很旺哦。女人，所有的家庭主妇，有些人啊，就是天生就被老婆欺负，老公欺负，对不对啊？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厨房呢找到一个东的厨房或者东南的厨房。如果更狠的呢，找到南的厨房，南方的厨房，你的这个运气啊，你的身份啊，啊，就能够啊，增长。但是你已经是一个很凶的老婆了，那么我们男人啊，就千万不要再让他呢拥有东方的厨房、东南的厨房或者南方的厨房，因为这个老婆已经是母老虎了。如果啊，你让他有这三个位置是厨房的话啊，我告诉你，你就糟糕了，你就很惨很惨，啊，你就准备啊，跪洗衣机啊，啊不是洗衣机啊，那个叫搓板啊，那洗衣机跪洗衣机那吓死人，跪太高了，啊，明白了吗，贵人们？但是不可以是什么呢？啊，这个是 very good， 哎，这个是好的吉，那凶的呢？有没有？有啊，凶的当然是有了，啊，来拿远一点，凶的哈，记住了 ，C。这边是 C， 那是不好的啊 ，C 是不好的。还有呢，西北是不好的，还有呢，北是不好的。如果这个地方是西，这个地方是西北，这个地方是北，那是不好的，很不好哦，那是很不好，不是不好，是很不好。特别是西北 ，NW 西北，如果整个厨房是西北的话，老公和老婆的感情一定要保持得住，要不然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哈，就越搞越大，越搞越大，最后的收场就是我忍你很久了，啊，我忍你很久了，因为西北代表老公，
啊，老公会去到厨房，就是西北会去到厨房，也就是老公会去管老婆的事，老婆也喜欢管老公的事。这样子的话呢，是很可怕的。贵人们啊，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因为如果你住在家里面了，那就没办法。如果说你以后要找屋子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和刚才我们说的床位的问题，很多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很多很多人不知道，哇，多了，这个多了去了啊。嗯，当我们啊，当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床啊，这是我们的床啊，我画一个床。那么大家记住啊，这是我们的枕头，对不对？我们的枕头，好，床枕头，好，我们大多呢都是这样的哈，站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拿度数嘛，啊，拿度数啊，我们会站在这个地方拿度数，看到吗？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什么方位，对吗？好，记住了，因为我画一个斜的给你们看啊，画一个斜的，这是我们的床枕头啊，我画一个斜的，我们会站在这个地方啊，站在这个地方拿电话，然后呢，我们会看着这里，对不对？通常都会用手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手机它给你的只是方位啊，给你的方位。比如说你的手机说这边是北，比如啦啊，打个比方，手机说这边是北，北我写清楚一点，要不然你们看不到，北就是 north， 那当然你就是朝北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方位，这不是磁场啊，不是磁场，是方位。这个是北啊，这样子看懂啊。但是如果以罗盘来看呢，啊，好，北的话呢就只有三个位置，一个是人，一个是子，一个是鬼，人子鬼就是北，看到吗？看到吗？哎，人子鬼，人子鬼，人子鬼就是北，看到吗？啊，可能我告诉你啊，可能我们拿罗盘来测的时候啊，告诉你真的不敢相信啊，这边呢、啊、就是这个字会不会读？看到这个字会不会读？这个字读根，根啊，根是什么位置啊 ？C， 不可能，怎么会是 C 呢？你看，所以啊，罗盘测量出来的度数跟你们家测量的度数不一样，完全是不同的，可能会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这个是北，对不对？那么我们测的时候呢，是人。是子，是鬼，那三个都是北，你用手机测量也是北，对不对？这个叫做定位，这个叫定位，也就是你的磁场是对的啊，你的磁场是对的。那么我有时候我们测量的时候呢，它是根，当然谁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里啊？你有手机，我也有啊，对不对？谁没有手机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位置呢，北方谁都懂。但是我们用罗盘测量的时候，它是这个字，我怕你们看不清楚，我写大一点。这个字，根，根是什么呢？根就是西。那么手机测量的位置是北，罗盘测量位置是根。啊，你一定要跟着罗盘，因为罗盘在告诉你。就好像我这样说吧，啊、哦，我这样说，你们听得懂吗？你的样子看起来呢，嗯，很健康，啊，满面春光，很健康，听懂吗？但是我们做深入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这一个人他的健康出现了大问题，啊，这样子你们就听得懂了吧？是不是？这样你就会听得懂了。所以很多人他并不知道罗盘的重要性，罗盘的重要性啊，还有一些拿着手机看风水的啊，拿着手机看风水，还有一种他的罗盘是这样啊，罗盘是这样的，可能你们没有看过啊，他中间啊的天池是这样子的
他的天职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他这个是走那个 WiFi 的，走那个 WiFi 的啊，像我们的手机这样子的。这个还是一样是罗盘啊，罗盘。然后他这边呢是走那种指南针，这个 WiFi 的，走 WiFi 的啊，所以他这边会有度数的，好像他这边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度数，那边写305，他会这样写的，懂吗？他的里面，所以他整个都是电子版来的，可以吗？不可以，那你干脆拿手机好了，无聊，明白了吗？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啊！你虽然查到你这边是北，但是呢，我们观察这边是根，因为里面还有包括这电啊、电线啊、啊，还有啊，我们做地上的时候啊，底下不是有很多铁丝吗？啊，我们有包括这一些，还有一个，我这样子画哈，不知道你们看得懂吗？好，我这样子画，大家看清楚啊，我在画什么啊？好。这个呢是楼上啊，比如啊，我们就说这个是11楼，然后这个呢是10楼，是不是？楼上楼下啊，那么我们睡觉不是这样睡吗？啊，我们睡觉不是这样睡吗？对不对？我们睡觉睡这里啊，10楼嘛，楼上可能也是睡这里啦，可能啦啊，也是睡这里，对不对？然后它的这边不是有灯吗？照10楼的。啊，这是墙壁，明白了吗？你们明白了吗？这是墙壁，啊，所以我们站在这边的时候，你看灯就在我们的下面下方，所以你们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试过？就是在你们的房间，你现在去你们的房间啊，去你们的房间这样，啊，我画一个简单的给你们看啊，啊，这个我再说一次，这个是10楼，啊，这个是11楼。啊，然后呢，这个我画好好啊，这是床，哎，这是床，这边呢刚好啦，比如啦，哈，这边也是床，啊，十楼、11楼这样啊。那么我放大一点啦，给大家看清楚，看到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呢看风水的时候呢，我们拿度数嘛，啊，这个人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拿度数嘛，是不是？刚好这边就有电，有灯，楼下的灯，啊，他的灯装在这边。所以我们就会感应到它的磁场，明白了吗？我们就能感应到那磁场。手机不行，手机不可以。那么你们呢？很简单嘛，对不对？你们去你们的房间，你们站在那个位置，可能那个位置你发现到烫烫烧烧的，对不对？烧烧烫烫的，因为楼下有灯嘛。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我在说什么。睡觉的位置啊，睡觉的位置。那我们才，就比较舒服一点，是吧？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还有，来，好，还有一个哈，教大家，来，我画这样子的屋子，这个是地基啊，楼下啊，那么它有几楼几楼，我就这样画，我不管它有几楼，我就随便这样画，让大家都清楚明白。好，这样子，好，这就是一个主屋，哎，主屋有没有？啊，这就是一个主屋啊。我好像发现我有强迫症，我要把它画好，看到吗？这是主屋啊，主屋 ，OK， 好，大家记住了，如果你是睡在这一间，你是睡在这个啊，这个。这个是二楼嘛，这是一楼嘛，二楼。那么你这边就是悬空了哦，这边就是悬空了。你的风水的地气一定要做得很好。你的风水的地气做得不好，你睡在这边是二楼，这个是三楼，这是四楼，这是五楼，他们没事。你呢的命格啊，要受得起。你受不起，你睡在这个位置底下没有东西的，那是很麻烦的。那是很麻烦的，啊，我们叫镂空的，啊，这是镂空的，啊，那么有些人是底下这边呢是停车场啊，二楼在这边是停车场，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也是镂空，啊，也是镂空，啊，要记住，那么这个空位啊，如果有车子在走，
啊，车哦，车哦，不管是停车场还是什么，有车子在走的呢，这个字就叫煞，就叫煞。有车子在走的哈，就叫煞。如果不可以有车子走，只能有人走的，啊，只能有人走，不可以有车子走的啊，这个煞就变成是这个煞，自杀的煞，这个煞，啊，所以贵人们记住了，这个煞和这个煞是不一样的。啊，懂了吗？这个煞和这个煞不一样，这个呢是有人走的，啊，没有车子走，只有人走。这个呢煞呢是有车子走，分得清楚了吗？分得清楚了吗？啊，所以那有些人说高楼好不好，低楼好不好？好，我今天来说一下，这个是几楼？打个比方啊，我们说这个是20楼，看到吗？记住要这样算，20。一定要，不管是几楼，你都要除二。除二等于多少？等于出来的答案就叫做低楼。等于出来的答案叫低楼就对了。然后加一呢？等于出来的答案呢叫高。就这样简单。一定要记住哦。那有些人就问了，如果是21楼怎么办？还是一样除二。得到多少都要除二。那么当你遇到啊 10.5, 记住只要后面有点5的都要把它给除掉，然后再加1就对了。加1就是高了，加1出来的答案就是高，一听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好，那高楼低楼要注意些什么？只要是高楼的啊，我们叫高的。高楼的要观风。风是什么？风景。啊，低楼的呢要注意水。高楼观风，低楼观水。所以如果你住在这里最高，有一个老师告诉你，你看楼下这边有一个十字路，看到吗？有一个十字路啊，你住在那么高，他还告诉你楼下有一个十字路，那你要小心了，你遇到的是有问题的师傅，遇到有问题的老师。同样你如果住在这个三楼这个位置，他告诉你，你看到吗？这个很高的这个角对着你冲，那你就准备好了，你就是遇到了有问题的老师了，啰嗦的老师了啊！所以啊，高楼观风，低楼观水。有些人就说了，那住私人屋呢？住私人屋他有一楼、两楼、三楼呢，甚至有些有四楼、五楼呢，这边整个都是他，整栋都是他的，他要观的是风雨水，全部都是他的。啊，明白了哈，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原来风水啊是这样的。你只要懂了，你找谁看都可以。啊，大家有可能对有一个误解，认为说，跟我学风水，他一定叫我看。我告诉你，真的还不是，真的不是。很多人听我的这个风水直播，听了10多年，最后他新家呢，他找别人看的。啊，他找别人看。当他跟我们的助理讲的时候啊，啊，我都跟师傅10多年了，我喜欢看他的直播。啊，那你这间风水是住多久了？你这间家住多久了？住3年了，刚买的啊，住3年了。给谁看的呢？给别人看的。我们的助理一点都不好奇，很自然，这个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你跟我学，你就要给我看的。你至少你跟我学啊，你要懂，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要明白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一种风水是很不好的，就是客厅暗。客厅是代表男主人，客厅代表男主人，男主人，男主人，记住了。嗯，客厅，比如了哈，我们就说这个是客厅啊，这是客厅。客厅代表钱，代表男主。男主人，所以呢一定要明，懂吗？一定要明。那么这个是厨房，厨房，厨房代表坤，代表女主人，所以一定要暗啊，一定要暗。客厅要明，厨房要暗，这才是风水，这个才能够啊做出一个太极出来，这才能做出一个太极出来。
要不然的话呢就很麻烦啊，那要不然就很麻烦。那么如果你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话啊，你的房间就应该要亮一些啊，能够啊帮你转运，能够帮你转运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你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吗？另外是家里是不是一定要拜神佛？不一定，风水跟神佛没有关系，你可以不拜，没有一定要拜啊，没有一定要拜。所以客厅只要是亮，那哦不错 50%。厨房暗过客厅啊，厨房比较暗啊，客厅比较亮哈，那就是50了，两个就是100。但是我们这个暗这个亮，那为什么我们说只有70呢？因为它暗它亮，它的亮是属于暗中的亮，所谓的亮是亮过它啊，客厅啊，客厅要亮过厨房，亮过厨房，但它只能得到70，因为这个客厅真正的不要管厨房的话啊，以风水的比例来说呢，它是比较暗的。好，所以贵人们明白了啊，明白了啊，很好，明白了就很好啊，一定要明白啊，不明白就不行啊。还有一个人家问我说，哎，师傅啊，怎么找五鬼位？怎么找五鬼位？嗯，五鬼位啊，其实就要看你的家的大门，记住五鬼，五鬼啊，五鬼是在家里面是属于大凶啊，大凶。五鬼呢，他可以跟着你去工作，五鬼他可以跟着你来家里面，叫五鬼，明白吗？五鬼再说一次，可以跟着你去工作，可以跟着你回家啊，这个叫五鬼。绝命不是，六煞不是，只有五鬼才会跟进跟出啊。那你的五鬼在哪里？那就要看你的大门向哪里，大门向什么？大门向什么方位啊，你的大门向什么方位你就知道了啊，大门朝什么方位就知道了，明白了哈，大门朝什么方位就能知道啊。上一次我们好像有教啊，我们称之为大凶方啊，我们称之为大凶方。为什么？因为五鬼让人家觉得有鬼啊，啊，五鬼非鬼啊，他不是说鬼啊。我的大门对看对看邻居的门，嗯，邻居的门对着我的邻居门，哦，这是门对门。那么你看一看离开有没有五什么，那个是5mm 还是5000啊，我们叫5000，有没有离5000，有离5000就没事啊，有离5000就没事啊，明白啊。所以贵人们一定要记住。